天才做好的。对啊。哇，这个风吹起来好舒服哦。哦。看起来就很，这边看起来就很舒服哦。好。非常棒的一个地方，我再来拍一下空拍图给大家，真的很棒的一个地方。我现在要脱波茶，脱波要怎么脱波？你看，小电来，这是花枝。哦，哎，修的呢？这也什么啦？这是拉筋哦。故意的，故意拿手把它顶下去。他那个知道是假的。黄金险。那个，我一边在剪片，还有茶，脱波。那个，这是我们的第三次车聚了哈，然后还是一样，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车，对。哎呦，胖姐姐。那现在来了一台浪酒了，嗯。所以这一次我们要把每个人都录进嘛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采访每个人。对啊。从上面开始啊。对啊。等一下啊，大家先停着。你就先停着吧。哎，好了，你要不要先停下来，然后看一下你要再追一层还是上一层？也有三层，你可以选一下。啊，下面还有四层呢哦。这个都有水有电，你可以先下来晃一下。那、啊、这一层怎么没人呢、啊？哦、应该还没人来吧？是哦，还有二十台车哎、欸！好好好，总共45台哎、欸！是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们这时候来好像不太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在吃午餐。大家都在吃午餐。对啊，就感觉我们是要来脱波是吗？可以啊。啊，你的碗呢？哎、欸，我没带。我刚本来要搭那个电路，没有弄不起来。嗯，空拍。哦，对。哎、欸，这个就是要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感受清朝的气。对啊。很重要啊。白毒。真的。白毒呢？哎、欸，不错哦。哎、欸，快点来参加。没吃饱了，怎么吃饱？我们只是那个而已，大叔要硬要来那个。我要。啊？洗澡加热器。你在干嘛？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就是水袋啊，然后太阳能的。真的是太阳能。有点重，还有那个。啊！没有盖盖子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它只是一个温度啦。哎呀，是爱怕啊。它用太阳。就像我们小时候，你知道？你们拉出来啊。不见了，盖子不见，为什么？你要盖子掉啊？掉了，然后再找。啊，真的。所以每一个人的东西都很特别。对啊，加热的。这个就是一个啊，正常是吊树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那、啊、你可以用树袋，就是捆一下。最原始的方式。对，啊，这可以。它是花洒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我知道。可以，花洒直接可以吊在上面就可以洗澡。啊，我是用来洗手，比如说懒得走去那个旁边，就是用这个洗一下手。简易的洗澡机啊。哎呀、啊嗯，结果它的盖子不小心。对，尴尬了。尴尬了，所以我们在讲说，吼，其实出来野营，吼，你想要用什么方式都可以洗澡啊。你像我们今天像这种冬天的阳光，够热，哎、啊欸，很赞哦、喔，很舒服、啊，也是可以洗澡。可是我们还是要等一下去体验你的加热牌。可以啊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我拿来这边给你体验也可以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他说要体验我们的加热牌。哎呀、啊，那个老板娘，你知道我们？在去年的时候啊，我们不知道几月的时候，哎、欸，前年吧。我们去救之者的时候是前年啊，去年。嗯、前年啊，去年忘了。嗯、我们的第一支救之者的影片，你看我想起来。你认得他吗？高粱嘛。不是啦。对啦。高粱。对，台红酒啦，我那时候喝红酒。对啊。台南来的乡亲。台南来乡亲第一次遇到的喝酒，然后第二次遇到台南乡亲喝茶。对。啊、不是你喝酒那一个啊，对对对，这样讲可以吗？对，他是就是开的这台德利卡。他刚刚没有讲，我没有想起来，他刚刚讲的哦。他那时候
他还有带小舅子来，对不对？大舅子，大舅子来。对了，他从那个台南那个。这个有点过分了，这个根本是家用床哎。对。把家用床搬来哈。对啊，这样可以睡两个。可以啊。对啊，他们很厉害，我觉得他很厉害，可以睡两个人。刚好。靠，大叔一睡上去就满了嘞。跟我差不多了，他比我还瘦，应该可以的。对啊。他最近瘦那么多。他说不能侧睡。我最近胖很多。他胖了十公斤，你可以，我们你两个身，女生身材跟都一样，我们男生身材真的，那我是一个头一个尾吗？那个货车怎么睡？把那个家里的床搬来就可以睡了。哎，可以啊。对啊，我这个还有加宽一点，因为正常它单人床是。我知道，这是单人床加大的。对对对，它100公，然后也可以去买单人床的床垫，好省事哦。对我知道啊，买海力士就这样就可以了，超省钱。对啊，露面盖啊。对啊，露面盖。对了，这样就对了。对吧？露面盖我先买啊，我跟你讲，你就这样嘛，然后买个两个3层柜。就可以了，就可以解决了，就可以解决了。嗯，怎么改车怎么容易，就这么容易，就这么容易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柜子稍微锁一下，这样就好了。不用柜子啊，就是把那个防滑垫买这么厚，铺尾了一块啊，拢袂贵。好。我觉得我会被改车厂公干。你如果都这样子，那改车厂的生意怎么办？没有，纯 DIY 省钱就是这样。哎，对啊。那你想要舒适一点，那就是花钱嘛。对，自己喜欢怎样的款式。对啊。那你不要3个月换一次那个房间啊，你知道吗？不是。这我才要理由买新的东西啊。对。然后。有道理。不是重点，还有一个就是我回去的时候把东西卸一卸，我就是货车了。对啊，对。哎呀，没有啦，其实我是偷把我儿子的床出来，因为我儿子是睡单人床。真的。一个单人床就可以解决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。真的，你看，然后从旁边用 S 挂那个楔形床。我们2年前吧。对。快2年了吧？那天是很晚，晚上。对，那天是很晚。对啊，很晚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。因为我们晚上去啊。对啊。有足2年了吗？足2年。哦，真的哦，我们2年前遇到他们，那时候拍第一支，在外面喝酒，对，在外面喝酒。你看，我们2年后遇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还是维持原来的车泊模式，那时候还有椅子，没有，就这样子，真的。晚上没有打开看呐，我们去的时候那时候在机车吧，机车不一定啊，那时候有时候会在机车，那时候早上起来他已经偷跑了，对，来不及拍啊，对，所以2年后他又回来给我拍了，还要真假？床这个好像要被折起来。德利卡，对不对？德利卡的绿世界。对对，它是折叠式，它有时候会放。哎呦，你有改外推窗哎？我自己改的。你自己改的？我老婆改的。你老婆改的？哎呀，这你自己改的，自己粘的。对啊，我们自己粘的。好，推开看看。哇，你好厉害哦！我都自己弄一弄就好了。这玻璃呢？玻璃拆掉。没有。这跟家里环境好不好没关系，因为 DIY 的能力太强。你这个，它原本这个是玻璃吗？玻璃就是玻璃啊，固定玻璃。它是玻璃还是全玻璃？是镜面的，对，是真的玻璃。真的玻璃。啊你，PVC 板。啊你怎么？哦。五金行买那个 PVC 板。还要画几根？绿世界只有单侧边只有单边门的，像像老两边门。很贵啊。你好像5000多，对啊，你就买这个几千块搞定啊，对啊，淘宝淘一床好像2万6，哦，你说外面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外面改要28500，28000，对啊，我跟你讲，家己改吼就是较歹淡薄，但是是。但是是实用型的，有弯曲，它原本的玻璃有弯曲。对，你装平的话会漏水，然后后来我们就把那个压下去就好。哦，把它弯曲，你看，这样就不会漏水。对啊，一样啊，就用2年的，对啊，用2年的，你看，对啊，很厉害耶，超厉害的。可以不用泥板，也可以用这个，这叫什么？板 ？PC 板。PC 板。哎呦，又告诉大家一个新的方式。但是 PC 板，那就是它的弯度可能比较没办法折啊。对啊，那你如果今天齁这一块齁，我跟各位讲一下建议啦，像你如果这个东西你要改的话齁，这个没办法折，因为它那个玻璃你可以另外一种方式，玻璃弯度你可以完整的把那个玻璃卸下来之后，然后再去用一块铝板，然后把它弯度折出来。可是它这个铝板可以啦，因为铝板的话它是电镀的，电镀当你切割完之后像烤漆板一样。那边最容易开始腐蚀，没有啊，没有要
要再烤漆啦。那要烤漆、啊。对 对我讲的 PC 版，像这个 PC 版的话哈、嗯，其实你有弧度的话很简单。嗯。你本身用烧的。烧的不是，吹风机。哦。来讲一下。啊，然后烤到那个弧度好之后呢，湿的抹布最好是滴水的，把它粘上去，那个冷却就变形了。学到了一个方法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因为本身做铝箔做的 PC 板，我们这样子嗯，做什么都用这样子方式。那个，哎、欸，您贵姓？啊，必姓郭。哎、欸，那个郭大哥在讲说哈、哦，这个 PC 板嘛，对对对，哦 ，PC 板要折弧度，他就用吹风机去折，然后折完之后再去割。不是，折完之后要先用那个冰的毛巾去冷却，定型。定型。冷却定型。我说完之后啦，我说定型完之后再去割，割完之后再。现在这样子用就不会了，嗯，因为它这个是平面的，这边到这边是平面，这个但是这个车子是有弧度的。对啊对啊，它是有弧度。装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是平的哈，它会漏水、嗯。那后来就是我们这边有补一根那个铝料下去，哎，然后这样就不会漏水。哦，这个有补铝料在这里，在里面。哦，把它压下去，它才能填缝，贴平那个它的那原本的橡胶橡皮。嗯嗯嗯。然后打实力控的话哈，因为 PC 板这是必须要用中性的实力控。不能用酸性的，必须用中性才粘得住、嗯。而且你在打石膏之前呢，你要最好是用酒精擦拭一下。嗯，因为上面有粉尘什么的。这个我们要自己打。刚贴刚打的时候很漂亮，对、嗯。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不会漏水就好了。自己的车没擦啦，第二次自己的车没擦啦。第一次还不成功。不错不错不错，这样就对了。自己、啊、你看，我有成就几千块搞定了。我才刚刚才讲说哈，我要跟他讲说，他在2年前我遇到的时候，他的车子是不通风的。对，你看2年后的话，你看自己改通风的，升等了 DIY。哎，对，升等。我们欢迎各位来我们那边自己 DIY， 好不好？这真的 DIY。哎呀，自己 DIY 的哦，没办法，就这样就好了。DIY 比较成就、嗯。我们之前是用那个，万向那个铝下去做那个存。而且你很聪明，你坐那边就哦。我们也只能坐那边嘛。这边也可以坐啊。不需要。对啊，坐一边就好了。我对啦，我是说，我是说你坐这边跟坐这边都可以啦，就选一边坐就好了哈、哦。嗯，因为你这边是不能开的啊。这个蝴蝶窗可以开啊。嗯，这个是可以开的哦，但是开小小的，也就是蝴蝶窗嘛。哦，了解了解，它就是这样子可以开的。对，对那所以说坐那边是对的、啊。那边是固定窗，就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那我们也把它保留起来，以后再放回去就不会去伤到、嗯。了解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不错不错，就这样，简单车博。哦，然后里面就一个电风扇就好了。是 USB 的。而且它是 USB 的电风扇，哦，看到没有？嗯。天窗啊，那晚上天窗没打。那我想你应该没几岁，你还才这么大，一个25岁，还跟我们一样的、啊。那真的很大，那不用管了。对、啊，我们都是。哎呀，你再聊聊天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活动很好嘞，下次可以常常办。对对对，有了。对啊，常常办啊，我们俩会累死，我们俩平常上班呢。哎，真的、哦，我们是预计这个活动很好，常常办，结果我们两个累到那咔死。而且我们上次办车距都可爱，因为很多都第一次来。然后我们俩走出去啊，就是比如说早上9点出门，然后我们回到我们那个位置的时候已经12点多，或者是真的哦，真的，因为很多人来都不会搭，然后我们俩还帮忙搭帐，搭真的啊，然后拉行程、啊。我们走一圈出来已经一个小时，我刚刚走出来，等一下要走回去一个小时了。我下午3点有煮那个 orange 大家吃。然后你知道我回到营地，然后我还喝到那个 Olen 最后的汤底。我又看到一个 DIY 的东西。是什么？你发现了是不是？对，我刚刚就看到，而且超轻、这个是我们大哥，我们郭大哥的杰作。对啊，这个也是铝的啊，铝窗啊，有啊。你像我们刚刚那个，然后说起来又占空间。对啊，你看也占空间，对，它很稳。对啊，有接受定制吗？你需要可以送给你、哎、DIY 定制，对，没关系。这个时候就不是只有我需要。对啊，这个客制的话，这个刚才我们用那个哈就会飞来，用那个大概这样，风一吹就打了。对啊，那个超轻的，不是对啊，那个超轻。我后来也买一个是比较重的，啊、白铁的。白铁的，这本身我们自己做里面窗的话，多的材料，细啊，嗯，对，什么材料踩就好了。哦，耗材就对了。对啊，这样做一个铁不用5分钟。哎呀，像折拢无五分，只要袂像折木雕外间外面，直接木雕外间嘛，木雕人闹鬼。你讲我吗？我不讲啊。我出一支嘴尔，我哪可能会晓做？哦，对不？像我们上次去安平港，路车路啊，结果那个
热水瓶啊，然后就砸到这个，哇，二十，啪，挂了，还做一个跨的，然后昨晚要出门的时候，你想到来做一个，然后他弟弟，盖起来，哎，你看啊，像这个。这个他没有他稳啊，他刚刚讲的这个真的很重要，而且我夹子一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会去压死掉。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用电安全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很多人做电池的时候，他们就是这样把正负极哦，这样裸露在外面。对对对对对，有看到吗？压死过一次吓到了。对，你看那，对啊，这个接头没有，又腐蚀掉了，溶解掉了。正负值这样放在外面是很危险的，对对。所以不管你今天你是改电也好啊，或者是你自己改或者给人家改的电哦，真的吓死我了。哎，修理呢？哎呀，所以电还是很安全。就你看，连这个汽车用的电瓶都会这样子的。轿车换下来，对对啊，像你这样子换脚都很好，看好之后呢？我正负极一接，就可以啦。对啊，很安全，不会压死到。嗯，它是接头，接头，简单的用电嘛。对对对对，这个也是 DIY 的，而且很耐压。我们都喜欢自己 DIY。对对对对，可以。我是昨晚啥整现做的。啊你哦你是床椅的啦哦。啊对对，而且我是用气垫床。来，你玩等你暗时的时候我再来。